其实我对爱情没什么要求啊，我那条底线几乎是可以越来越低的，但是万一真的你真的跨过了那条线，你真的死定了，真没有了，因为已经最低了。但是你从来不会跟对方讨论你的底线是什么。我怎么跟他说我的底线在哪里啊？他明明应该就要自己去察觉。譬如就是，哎，你可以把那个毛巾递给我吗？他就认过来你的眼睛。我说哇，你弄到我了。这以前会过来呵护我，你没事吧？现在都没了，都没了。你会跟他说我刚刚不喜欢你这个态度，你会对，说吗？会。OK。但可能换来一句就是。我现在是不是很讨你厌？对，我就不喜欢吵架，因为我嘴笨，所以呢，吵两句我就停了。我不是冷暴力，但是我是懒得跟你解释，就这样。